哎，四条，八条，十条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三、二十二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十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八八年，好，八八年，四条，无啊无啊。你甲迄、那个，你甲咱开始起落起啊，干贝叔去想啊，是讲边墙迄种啊，袂白先，我白先啊无，咱无花物件先白先啊。来，干妈妈带个小小龟啊嘛，小龟，我这个化掉你啊起来啊吼，来，有那个小水啊，有来，到人要食烟肠，这当用煎用烘啊拢好食吼，啊你甲炒酸啊吼，啊是讲你要甲迄、那个要甲迄个炒饭拢会当，一条百五，两条三百，我免三百，免伊啊，我先加钱的先了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啊，这条要送你两百，先加钱的这条够你，来两百块了，来烟肠两百个要食无香肠，哦我三条卖你，你就买无啊，四条你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来两百个人要食无两百块。拢有啊吼，你唔好买过，你试食看卖好无？一百落，来一百块头前，一百落，来一百块够人要试食，一百块，来大哥要来吼，一百够人要试食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落一百块吼，来，一百你甲用煎的落好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够人要来无？一百块，一百拢有啊吗？有啊收起来啊吼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这，这个是两三个人加买着咧，这个鲑鱼。迄、那个鲑鱼的迄个龙骨啦吼，啊，这拢带肉的哦，这等下你家用煎的用烘的，抹奶油、抹蛋拢好食。这一包烘个鱼啊，五鱼啊，五加鱼啊，偌济？唔免五百，卖三百，我万免啦，开两百了。来，这包搁送你两百，搁还带真空哦。这包搁你哦，来两百，上面一个两百块。这一包剩五十块，无够工钱，先加钱的人家啊，无安尼啦。这包搁你啦，来两百了，来两百块鲑鱼，来两百上面一个鲑鱼骨头。来，谢谢，来感恩之后你收钱。来，我来好好要好我物件吼。来，来迄、那个，啊，迄、那个是对。小贵对，是诶，小贵交给莫，行。小贵小雪，先一箱一箱来，这小雪呢，外面小雪拢给买了，好一箱一箱来，卖搁起来，一箱一箱来，来。对啊，这细碟算你食下无？会啦吼，嘿啊。有个人哦，看这未起，咱卖看这未起，这食到你下，我不止我这食一餐做大餐面咧，我袂甲你骗。好、哦、来，这叫细碟蒜哩，伊个尾溜啦，啊鱼啊吧，同款溜，扁蒜，哦扁蒜，这面鱿鱼，这扁蒜，同款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上面只三百块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上面只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百了，啊做你几个？来，我再搁送你好无？搁招一个好无？三百好无？这当用煎的外汤的，来三百搁招一个好无？三百块好无？这扁蒜这面鱿鱼哦，三百了啊，三百块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三百块要只无？三百块。三百拢有啊吗？三百块了，来，这拢我领啦，来三百了，哦，打折你就好了啊，三百了，袋子给我，来，贵人，是的贵人，来三百了，最后两个刚好买来三百了，无收啊，来收啊，贵人，来，收啊，贵人，收一条我讲，啊，那个来小龟哦，这个收掉，这个收掉来啊，快啦，我拢食鸡吧，哦，是的，这收掉来，小龟的，来，小龟小水我拢买了吼。来，这细碟鲑鱼哦，这细碟鲑鱼，这当然赶快用煎的就好啊，吼，用煎的就好了。来，赶快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上面只三百块了，三百块哦，三百了，小小块的鲑鱼三百了，来三百块，要只哦，三百块，细碟鲑鱼啦，这是用煎的做烹的啊，三百了，来三百刚够要只三百块，三百够要无？三百块，啊不安尼啦。安尼较紧啦，无啥人吼，较紧就好啊。来三百，多少块？来三百块。三百块要食无？三百块。来谢谢，感谢你。三百拢有啊吗？有我就收啊。在下面。感谢你，谢谢。啊，搞你帮我收票先，我扛着收票来。啊，迄、那个纸个来要卖啥？来，我说你个资金给个我看下听好吗？来，来。这一箱尔咯，这一箱尔。伊这叫肉食啦吼，这等于用煎的就好啊。哦，来，想要食肉食啦，免三百，免二啊五，来两百上面吃两百块咯。来肉食啦，上面吃两百块咯。哦，当然打折了啊，这拢太好只正啊，这虽然打折了啊，来两百上面吃，这一斤就二啊五，两百块咯，两百块。来两百了啊，两百块，来我再去送你哦，来两百了。来两百块要吃肉食啦无？两百块刚够要吃两百块。两百拢有啊吗？
两百一瓶够两百啊，两百块八七啦。这好吃哦，这东用煎的落哦，两百落啊，两百块。来，谢谢你的，你帮我收起来，来感谢你哦。来过来买啥物？来过来买食啥物？讲话个客家是要讲话。来，红梨个客家，下边我客家佬，做我客家佬。来红梨要吃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来两百块花尔，两百落，两百落，卖开收钱，两百块落。头前阿嫂，头前阿嫂，头前阿嫂，头前进来，阿嫂，来边仔一个。好啊好啊，卖个收啊，卖个收啊，卖个收啊。四个对啊，四个啊。你只两个尔，哦四个安尼对。好来，迄盘都起来，收掉。来盘都起来吼，来。四个你帮你倒倒一下哦，八百帮你倒倒一下。来，你倒一张哦，甲阿嫂倒倒一张。金龙三十啦，好哇！来，我做一千只。来一千个，来一千个。几个？你要几个？一个。来。七。再过你哦，阿叔，你总共几个？四个。四个。两百块了，这堆拢我拎啦，两百了。最后搁一个上面来，两百。啊，多少？你讲退钱的啥？啊，给了我二百五啊，五。多少钱？一号的哟，一号，你也袂话当上一包哩，一号啊，做只做你一排嘞，我之前卖了做好个，没吃过，啊，你也贵个，你也贵个，搁一个吗？来右手边嘞，啊，谢谢，来，来个两片啥？贡丸，贡丸我爱吃个，我袂花，几包？你个几包？清感够，来五斤的鸡个。嗯。够不？自家感够。有啊有啊。所以啊，就讲买一些新的。啊，来个来买啥物？是啊，你个有以前物件了，我袂。哦。那个鱼排好好看。好，我来，鱼排给了我袂。鱼排给了几个个呢？手头睇下我。其实这个啊，我很早就卖很多，包括一般做生意喏，你搞叫，好，啊，到尾手吼，我甲停一张，好，安啦，红雷啊，哦，靠腰啊，我，靠腰，谢谢，大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已退过了啊，好，大姐，歹势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，来。你鱼啊，包有几注意条？我看下。我这地城来卖了会好吼，啊，恁注意看，哦，来，我摕去你的面前啊，你看，我凊彩摕两袋啊，就好啦。你甲看迄透明的，迄几拢包。这正常这种物件，恁看袂着透明的迄种物件，因为粉会甲你控啊足高，互你控啊，几乎拢咧食粉啦。啊哦，即我甲试过啦，经过，这间是上好食、真材实料的物件，我甲恁推销。好不好？伊这叫多利鱼排，吼，多利鱼排。这当然你唔管要煎要煎拢好食，啊煎煎的煎也甲料到三块，甲你淋啥物上好食，淋泰式酸辣酱上好食。这餐厅三块安尼煎要250块，四块、五块、六块煎要500，唔免让你开500，唔免让你开400，无好食你起来嫌我，先给钱的先聊。200上面只200块的多利鱼排，200块对吧？你先给钱，我再送一块好不好？送你两块好不好？先贵了，我卡了，送你三块好不好？这块搁送你好不好？10块总起哦，200块啊。来200块，我要食多利鱼排喎，佫少一个人客喎，200块。一袋200，两袋200，三袋200，四袋，这爱方这些拢叫一声偌济啊？嗯。五袋予你啊，六袋予你啊，七袋予你啊，八袋予你，来九袋予你，来10袋200落啊。来200个人要食喎，200块。200敢够人要啊？200块。来试试两袋、三袋、四袋啦，五袋、六袋吼，来七袋、八袋，来九袋、十袋，来200落，熟起。阿袂退兵熟个，来200个，有人要食无？拢有啊吗？啊，是你有人唔捌买过，你来一坐200收钱。一个甲加800过，四、六、来八、来十、来200，来谢谢。200拢有啊吼。老天，你给我来去，啊。你有咯？没有。我跟你讲吼，我存只。这无啊啦，恁食看嘛，恁无买过，你暗时当个去食啦，无食你来啊，100落啦，来100块啦，100块恁冇买过，你想要100块食看卖啦，真正好食啊，别个咧赚啦，真正好食个啦，吓啦，100落啦，最后两个上面食，最后两个100上面食，
来，小姐来了。啊，最后一个一百无啊。那个是我刚刚买的吗？最后一个一百上面也无啊。第一个开钱的啦，五十就好啦。你第一个开钱的买五十。好啊。买个高钱啊，买个高钱啊，紧好啊。啊，五十好。来。来，阿叔，你那边完了一千五收吼。好啊。来，哪个那边啥物？哎，你迄个新的，收了了啊。收了了，真正无错呀。你收了了，你蛤蟆收？收了，哎，棒棒腿。有啊啦，有啊。是棒棒腿，收了了。来，你蛤蟆收啊？你其实你揣棒棒腿出来。有顶礼拜，你会记你来买的时候两三阿伯买无啊？结果因今阿拄七早八早来买当买迄个当季的。我真正无搞笑，就我会记得是人个逐礼拜来蛤蟆送的。伊顶礼拜提前无抢到，伊今日专工来买啊，真正无来串，早早就来啊。来等就对啦。阿姊要走啊，无我来甲你讲个事啊，你无甲你好笑啊。伊顶礼拜我落印象中，伊棒棒腿要提前出来抢无到来，提好一包啦。有啦，我知影佫有啦。阿叔。你蛤蟆另外去注意一下咩？吼，我啊老的拢爱去那检查，因为那破的，破的也去，拢去袂错。你拢清了了，鸡柳条了，美式鸡柳条，你怎个清的？敢不？哎，太好呀！日式鸡腿清了了啦，客家这边啊刚将破的，啊这也叫了，来客家美式鸡柳条我先来，来美式鸡柳条要吃来三百了啊，三百块这啦，啊这里好吃啦啊。这一包鱼要个两包、五包、三包、三包的、四包的、来三包的。你们弄，你们弄啊啦！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！来三包，够要吃一包的弄啊啦！三包，够要吃。